下来就是血海，血呢就是指气血，海呢就是海洋。本穴呢善于治疗各种血症，由于呢聚义血重归于海，所以它叫血海。它的主治功效就是月经不调、痛经、闭经、崩漏。太阴虚呢是什么呢？是多气少血之精，而多气多血之阳明呢为表里，就是说脾和阳明是和胃是相表里的。血海呢意为血之归聚处，具有调血的作用，可用于治疗与血有关的多种疾病，尤其是妇科的经血病症。因为啥呢？妇人以血为用嘛，对吧？所以调血用血海效果是非常好的。妇女以血为本，临床上血海多用于治疗什么月经不调、闭经、痛经、崩漏等妇科症，但是啥了？就是那句话，扎地鸡必扎血海，这两个是绝配。直刺呢，1到1.5寸。其实昨天晚上讲了一个治疗什么荨麻疹，对吧？地鸡血海也可以用的，荨麻疹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。有的那女同志，比如刚生完孩子，每天盘着腿抱孩子，本来长得挺瘦，大腿嘣就变粗了。我们扎4个穴位，效果挺好，一般扎上几次，一条腿瘦个2厘米是没有问题的。四个穴位，第一个穴位是浮突，第二个穴位风池，第三个穴位梁丘，第四个穴位血海。它扎呢，方法不太一样。啊哈，3寸针扎，别人不敢用3寸扎，但我就用3寸。风室口误啊，风室。先直刺，直刺1寸半，1寸到1寸半的时候，他腿嚓抽一下是吧？然后提出来，完了沿表皮，就是说脂肪层平刺，向下就这样扎进去以后平刺，朝西就朝下平刺。浮突也是，啊？平刺，平刺扎那个脂肪层。啊，直刺之后一扎，哎呀，抽一下是吧？然后提出来，针尖向下平刺，然后浮突也是，浮突扎的时候呢，直刺之后，它肯定也抽一下嘛，对吧？扎的那啥，哎，提起来平刺，平刺啊，一定要不是说斜的刺进去，是平刺啊。有时候你直刺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那个针尖在你皮肤上，唰唰唰唰就过去了，你就能看到有时候。然后了，地级血海直刺就行，哎，那啥，血海和梁丘直刺就行了，反正我们扎了几个，这个效果还不错。一般什么呢？哈，瘦个2-3厘米是没问题，扎个几次，尤其是那种以前腿细的，生完孩子啊，或者其他不注意方面腿粗了的那种，一扎就细了。但是又说那种就天生就大胖子的，效果相对来说差一点。家那女孩子刚开始站那，她给我拍的照片。胖，两条腿之间是没有缝隙的，咱都医生有啥说啥。他后来扎了3次是5次之后，他给我回就拍了个照片，不是，中间有缝儿啊，2指头宽。比吸脂好多了。其实我们针刺治疗减肥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吸脂一般都是，咱的0.4的针嘛，就0.4毫米的针，就咱们的毫针，用好了，这个用原理针扎疼死了，就是咱们的0.4的针，0.4的针。其他针太细，有时候你这个金针真的是不好进。有时候你像我，有时候去别的地方的时候，拿他们针扎一下，他们0.25的或者0.3，一扎那针就歪。刚开始特不适应，哎，我这个针真的是不好扎，尤其拿3寸针扎，真的是更不方便扎了。所以像这么多年，我们一般就有0.4，粗细正合适。你要再粗点的，患者受不了，太疼了。但是如果你要太细，有些手法确实不好用。尤其是3寸针你扎的时候哈，那确实难度太大了。尤其我们扎环跳的时候。你说他那0.2针扎环跳，那真的是，哎，那对手上功夫要求太高了，那是。像老爷子经常讲一个典故，就是李志明老师，北京那个老中医哈，他当时拜那个杨继深，是杨甲真的，反正就是三杨之一的嘛，非常了不起，想拜他为师。那个老爷子那时候年纪大，80多岁了，而那个李老师呢，年纪还小，年纪还轻，说不收徒弟啊。后来也就是中央领导给说了说，你看不行，收了吧哈。那后来提个要求，就千层底儿布鞋。让他拿针，毫针一针扎过去就收，结果那个李老师咔一针就过去了，千层底的布鞋。手上的功夫真的是很重要，手上的功夫，你想想，你这个指力不一样，你的气不一样，病人扎下去那个体感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我觉得达到这种手上功夫，进针肯定是不是很疼的，而且他得气的效果肯定也比较快，针感的传导肯定也是不一样的。
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一定要练练针，要多练。像我们现在有的我那师弟们，他们扎针啥了，刚开始学扎瓶盖，然后也找，因为老爷子给他们讲过这个典故以后，也去找千层底儿补血，每天在那扎，就是练，一定要练自己的指力。足三里呢，足是下肢，三里就是三寸，穴在膝眼下三寸，故名足三里，属于足阳明胃经。足三里是土经土穴，运化之力极强，它相当于什么，是它的本经本穴了，对吧？它的功能指出，针刺本穴可以健脾胃生气血滋养五脏，为啥？它本身又是什么胃经的下合穴，对吧？合治内腑，所以调理脾胃非常好。我们而且四种穴歌里面说杜甫三里流嘛，治疗气血亏虚引起的各种虚症，那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操作呢，直刺1到2寸，局部有酸胀感，针尖呢略向下斜刺，此针感可以沿足阳明胃经呢下行至足踝、足腹和足趾。针尖略向上斜刺呢，部分针感可沿着足阳明胃经呢逐渐寻骨上至什么骨部和腹部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这个针刺方向上下不一样，它针感传导确实是有影响的。像我们昨天说扎那个尾中的时候，如果扎扎扎，它就是不，它扎尾中只要一扎的话，一般情况下向下传导很容易，但向上的时候很难。我们可以把针提起来朝上扎一下，哎，这个向上传导的这个概率就更高了，就更好往上，更好往上传导了。扎这个足三里吧，它不仅可以调脾胃疾病哈，它对什么东西还好呢？足三里再上一个穴位是哪个穴？在胃经里面，哎，犊鼻。其实我也给一个就是说调脾胃，那老太太扎完之后，她说，哎，我扎完这个疗程，我的膝关节、腿的感觉都好很多了。所以扎足三里对膝关节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就足三以前遇到一个，就是说一个事儿吧，就是老爷子一个徒弟，他媳妇儿胃疼。但是啊，就是说自从学校学出来的人嘛，他第一反应是扎哪儿呢？扎胃经的溪穴，梁丘，因为他说只要急性疼痛啊，疼痛效果好。但这有时候啊哈，就是说书上有时候写了很多东西啊，它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我们不能太教条。你当时给我第一反应什么？杜甫三里，我肯定先扎足三里。然后呢，他给老爷打电话，哎呀，我媳妇儿胃疼的不行，扎哪儿呀？我爸说你扎哪儿连字都不知道，那我扎的梁丘。完了，我爸说梁丘为什么叫梁丘？我爸当时一下没反应过来，但是那是溪穴嘛。哎呀，我爸说一看这是学校教出来的，你扎个足三里试试，一扎足三里就不疼了，立竿见影，对吧？所以说啥呢？就是说。他有一个经验的问题，就是说吸血是不是100%就是急到急性疼痛确实很好的，大家临床上可以互相对比一下在这个方面。然后天枢呢是我们郭氏针灸常用的一个穴位。皇帝内经素问呢治针要大论，就是说身半以上天之分也，天气组织，身半以下地之分也，地气组织，半所谓天枢也，它就上下气机的一个交汇处，也是以此为分界线的。六微指大人说，天枢之上天气组织，天枢之下地气组织。王冰说呢，天枢当脐之两旁也，所谓身半矣，身必指天，则天枢当正当身之半也。此穴呢，就是脐旁两边，我们什么取两寸为是。但有时候我们为了做脐灸，我们罐大不是，我可能稍微扎再偏一点，为了能把那个罐放下，但效果也挺好。天枢别名是补元，补是补充补也，元就是本源。补元的名义呢，是指本穴的气血强盛，为人体后天之气的补充之源。其实天枢最大的特点是两个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哈，它是胃经的穴位，但它本身呢又是大肠经的什么募穴，所以说它的肠胃疾病的效果肯定好，而且本身它又是离得很近，它下面直接就是大肠嘛，往上就是脾胃。完，人体之气呢有很多种，有元气、宗气、神气等等。元气为先天之气，也就是肾气，而它与生俱来，不可改变。元气气为人的先天之本，它随着人体的生长发育而不断消耗，但元气的消耗随人体后天之气的盛衰而改变。后天之气盛，则元气消耗慢；后天之气衰，则元气消耗快。同理，补充了人体的后天之气，也就间接的补充了人体的什么呢？先天之气，也就是人体的元气。本穴输出的强肾之气就是有什么呢？补充强化人体后天之气的功用，所以也叫补元，所以这个穴位真的很重要。所以天枢有一个功效是什么？治疗月经病。首先什么？主治呢调理月经。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，关系着妇女的经血之亏盈，咱前面都讲过。阳明经为多气多血之经，
血赖气以行，气为血之帅嘛。气滞则血瘀，粗脉起于包公，出气结，病足阳明经而循浮上行。这个地方是有歧义的哈，病足阳明胃经，这是《难经》里头是这么讲的，但在我们的《内经》里讲是病足少阴经上行的，所以它为血寒。补天枢可以益生化之源，包公淤血者可以泻天枢以行气活血化瘀，这就整个天枢的这个调理月经的这个东西。但是啥了哈，我们治疗便秘，有很多同志便秘，其实有很多月经不调的很多女同志同时也有便秘的问题，我们就拿天枢管炎足三里，治疗便秘效果特别好。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哈，很多女同志，哎呀我这两天大便上厕所好多了，一天好几天不上，扎上几次以后天天上，就是天枢管炎足三里，治疗这个便秘效果真的是不错。天枢你像我一般用1寸5或者2寸的针扎，老爷子扎那个面瘫那个针是8寸，从这儿开始扎，往这儿一直扎扎扎扎扎扎扎这儿了，这个针效果特别好，治疗面瘫就是平刺，这儿找找找找，一直扎到这儿。老爷子8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，那个研讨会跟他们演讲过，当时跟他们上海人说，这扎上海人不可能，这针怎么自己能转圈，怎么转这边来了？你要这扎不就透了就哈？到时候老爷子现场给他表演了，就拿捻针捻到这边来了。当时治那个面瘫的时候，治过一个小姑娘，再有4天就结婚了，就开始婚礼了。结果为什么呢？说又装修房子，还有装饰家，又这又那累的哈，晚上，结果呢？面瘫了，免疫力低，面瘫了，咔那样子就来了哈，哎，身材挺好。然后呢，到了我家来以后，哎呀，我一看这女孩长得真丑了呀。以后说再过几天结婚了哈，哎呀，我说这闹得好了，怎么？完了找老爷扎，天天扎。当时老爷子着急不是，就用这个针法，现在已经不能用了，但是啥了，就用这个针，就在这给他扎了，扎了2次，嘴就正过来了。但是不能说话，不能笑，一说话一笑嘴就歪了，只能抿着嘴。不动，起码他能凑合着先结婚去了，结完再来嘛。然后咱们知道这个官员，易经经义云呢，元阴元阳交官之所，所以叫官员。其实我们以前官员就是我们的下丹田，有这种说法。官呢就是官藏，元就是元气，此穴在脐下3寸，正当丹田，为人体真气元气发生之地，呼吸之门，为全身脏腑经络的根本。男子以藏经，女子主月事嘛，以生养子息和阴阳之门户，这就官员，这一个解释。官员呢，首先什么呢？官员穴临近包公和膀胱，是吧？为任脉与足三阴经交汇穴，故可以治疗什么妇科疾病、男性病及小便异常。我们可以扎官员，像那种小便就是说不好的、有问题的，我们都可以用官员来治疗。而且官员呢是小肠的募穴，小肠有最大的功能什么？泌别清浊，是不是通利二便，可以它治疗二阴病，可以。而且刚才我们说的关元和天枢在一起，是不是可以增加它的大肠和小肠的蠕动，对吧？本身啥了，脏腑病求门海枢母之位，这就标有附里说的，正好它的募穴，所以我们治疗便秘效果是不错的。当然治疗月经也是没问题。而且关元呢哈，位于元气交汇之处，可以什么呢？培补元气，回阳救逆，治疗元阳虚衰症、中风脱症、累瘦无力，以及呢阴虚所致的各种眩晕等虚劳之症。那天我还讲官员还能治什么，因为他任脉还纯，是不是？是我们治疗就郭氏针灸治疗这个面瘫嘴歪的话，官员是必扎穴。因为什么？其实大部分这个面瘫哈，大部分呢、啊、不是所有的，当然面瘫有中枢神经性的问题，有颈椎问题，但很多问题是他嘴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好好睡觉，或者是有这种打麻将熬夜的，或者精神压力大的，他得面瘫之后，他那个歪嘴那地方哈，他相对那面，他耳后面的眼骨管这个地方，他肯定发生过疼痛，大部分有疼痛，有些就算没有疼痛，但是他这边肯定有水肿炎症，所以啥了，神经受到那个什么压迫之后，他嘴就歪了，很多人是这样子的。其实你看歪嘴，你第一问他这两天是不是熬夜了，是不是睡觉不好，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刺激的事情，工作压力大，或者家里有什么事了。都是这样，所以啥了，我们要给他扎个关元，提高一下他的什么，他的元气。本身呢经脉循行，他是不是也还纯了？像这种的一般面瘫都好治，就是不治他慢慢也能恢复到一定程度，这种的。但是啥了，他这个一般一个星期之内是发展期，就算你给他治，他还是在更加歪的方向走，但是还是要扎，
这样它恢复的就更快了。操作直刺1到1.5寸，老爷子扎3寸针，官员透中结，这他扎法。就关于这个针感，这个针感其实很重要。官员扎官员，他的针感什么样？他会往下走，一直到尿道口。我们经常扎这个官员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他，扎完以后有没有紧尿的感觉？就扎上针，如果有撒尿的感觉，这针就算扎到位了。而且他那针感一直会往下窜，窜到他的尿道口，他有一种哎呀，我想撒尿的感觉，就这样。说这个针，但是这个针老爷子是用3寸针扎，但是我觉得用1.5到2寸就足够了。扎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是1.5寸。扎的时候觉得针短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顶一顶就往下，其实有时候也能碰到那个就针感的部位，就多捻就可以的了。三寸老爷子基本上我觉得扎到2.5寸了，可能最少有2寸的扎下去，它这个针感一直是往下走。哎，下去没有，下去没有，扎的时候一定要问患者，哎，有没有撒紧尿的撒尿的感觉。男童直刺，直刺，我是直刺，老爷子是3寸针，有时候官员透中级，他是那的扎，那个针感也特别强烈，斜刺，斜刺，不是平刺，是斜刺，45度斜刺，先直刺，提起来再直刺，斜刺，45度，官员透中级，他喜欢这的，因为官中级治疗这个妇科病也是很，因为中级之下就是包宫嘛，像我们说任脉其余重治下以上阴毛不是，中级是什么？中级之下就是包宫，戴老爷是这样扎，就是有撒尿的观念，女同志会到尿道口，男同志整个下面哈，都会有这个感觉。内关，内关呢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穴位，也是郭氏针灸常用的。穴名示意，内呢就是内侧，与外相对，关就是关隘。这个穴位在哪儿？就在前臂内侧要处，犹如关隘，所以叫内关。它的功能主治，它首先属于呢手厥阴心包经，而这个厥阴呢，我们说过，手厥阴和足厥阴都是厥阴经，它有同气相求的作用，对吧？所以它有什么平肝潜阳、正肝息风、宽胸理气、疏肝解郁的功效。一般我们扎太冲啊，再配一个内关，上下配穴效果是不错的。而且心足血脉要保持功能正常，要心气充沛，脉道通利，血液充足，对吧？主带下月经不调、经闭和阴停，因为啥？这和心与包宫的关系有关。心痛，它也可以治疗心痛。其实我们就是说，心路过速的时候，扎这个内关穴，它可以什么？可以让这个心率慢慢降下来，而且它降压的效果也是不错的。内关是八脉交汇穴，通阴为脉。《难经》29难就说：阴为为病，苦心痛。手厥阴心包经，起于胸中，出属呢心包络。心主血脉，心藏神。内关穴又是心包经的络穴，别走三焦经，与外关相对应，精气由此而上。犹如一个关口，故可以治疗心胸神志疾病，对心力有双向性的调节作用。这个内关，内关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穴位。昨天给那个学员扎的时候，是不是他就说这个内关宽胸理气，它可以理气下行嘛？你腑气是以通为，是下降的嘛，对吧？扎了以后，当时我忘了谁扎了以后，他当时就有感觉，哎，说这个气往下走啊，所以他这个非常打嗝啦哈，胸闷呀、疲满，我们指这个内关效果都不错。还有就是说啥了，就老爷子就那天跟你们说的内关治什么，治痢疾，效果真的很好。